This is Wolf Media's rallying cry, a cry for freedom and justice. You're watching Wolf Media, the call to the one. All Wolf Media, come to the free land. 大家好，今天台湾疾光署的新闻发布会上面的话，就大概是台湾的现在的疑似的病例大概是有39例，今天一下子就大概是增加了5例，就是在全球这样子中，中国的这个武汉肺炎在全球这种爆发的情况下面，台湾应该怎么走，确实值得让人思考。但是我们也可以应该很明确的说的话，现在在面对日本、面对韩国、面对意大利、面对伊朗这些国家突如其来的这种大爆发的情况下面，台湾依然面对着中国第一线的这种冲击，还坚守了这样子的一个防御的成绩，确实也很了不起。其实今天我想说的话，这个是就是其实也是有天佑台湾的这种成分在里面。所谓天佑台湾这是什么，就是说自从台湾蔡英文总统上台以后的话，中国对民进党政府一直是实行这种打压的政策，然后特别是在2019年香港爆发反送中，香港六月份爆发反送中运动以后的话，对于台湾政府的这种打压的话就越来越的这种升级，无所不用其极。就是说从六月份开始到八月份，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大陆的那边的话，就拿出他们就是基本上是百试百灵的这种限制人民的这种旅游，就是说不让陆客来台湾旅游，就把自由行的签证全部都给停掉，就是说限制了很大的一部分中国大陆的民众来台湾旅游。当时我记得这样子的政令一出的话，当时在台湾的内部的话还有很多人的话就感觉到是天塌了一样，就什么人进不来了，货也出不去了，我们怎么能够发大财。但是现在看起来的话，真的这种情况的话真的是感觉到是真的是天佑台湾。如果说当年没有这种中国主动的限制中国人民来台湾这种旅游，限制就是说这种自由行的签证的话，如果说放开的让这种观光客来到台湾的话，我们想象一下台湾能不能够站在这种防御的第一线的话，还有这种防御的这种成绩很不好说。而且特别是在武汉肺炎爆发的时候，大概就是在11月份12月份到一月份的期间的话，正好又是处于一个什么时间，处于就是一个台湾的这种总统大选如火如荼的时候，就但是中国的政府的话他就很怕中国的人民去台湾的话去观选，就知道为什么中国就不可以有这种自由的选举，而台湾的话就可以有这种自由的选举。所以说特别是在那个关键的这个12月份到1月份的时间的话，他们可能就大幅的压缩了中国的那种对台湾的这种民间的这种交往的人数。所以说武汉肺炎爆发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把这种肺炎的隐瞒以后的话，但是也对台湾的话进行了一个不让自己的民众来台湾去来参观这种台湾的选举，感受台湾的民主。所以说我有时候想说的话，真的是有时候台湾真的是天佑台湾。如果说是像以前的台湾政府或者台湾的一些政治领导人他们所说的人要进得来货要出得去，然后台湾可以发大财一样，现在台湾的这种情况，这种防御的情况具体会成为一个什么样子，我真的是不敢想象。因为现在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就摆在那边，现在韩国那边的话现在已经是确诊大概就是说已经是突破3000例的确诊，但是韩国的这种
医疗病房就是负压的隔离病房的话，大概就是只有1000多台，所以说很多的老百姓的话，现在都没有办法去接受治疗。韩国正在变成第二个武汉，所以说台湾真的是很幸运，我们也真心的祝福台湾在这次疫情里面一定要加油，谢谢大家。